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来。慢点儿。感谢冷二啊，谢谢你来的真快，把赞点起来啊！进来的先把赞点起来。下去下去下去，湿乎乎的，快下去，快上来上来。烫吗？烫一点是吧？烫吧，西西可烫了。那是你傻呀，西西，那能吃吗？西西确实是胖了。进来的宝宝们先把赞点起来，哎，要不然我自己还得点。游一圈吧，游一会儿，下去，背跑，烫吗？不烫，游吧。感谢七格格，谢谢你，感谢七格格送的涂鸦，感谢菲菲，好可爱，谢谢，喜欢西西的点关注啊，点关注，点赞。嘴里叼一个奶嘴，感谢雅姐，西西是我的女神，谢谢。西西六个月了，喝吗？等会儿先打开。下去，你先下去，先下去。等会儿我给你打开，你下去。好吧。哎呀呀！哎呀，水满了，西西，等会儿啊。好了，给喝吧，喝吧，喝吧，喝不喝？啊，游吧，游吧。今天没泡澡，还一会儿就泡了，还得玩一会儿呢。感谢萌宠兄妹的快乐时光，喝吧。感谢萌宠兄妹的快乐时光，谢谢。给，喝不喝？直播多久了？3分钟，刚开啊。感谢爱上元宝，终于赶上一次。昨天没有直播。哎呀，你下去，下来。下去，上去，上去，快上去，快上去！感谢 summer 苏七，谢谢，又来了苏七，给。西西在哪儿买的？感谢天使之恋，谢谢你们啊，都是老那个粉丝了。感谢留不住的童年，西西在哪儿买的？朋友给我买的，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。给，喝不喝？不喝我拿走了啊。泡会儿吧，感谢苏七。哎呀，西西，烦不烦？上去，进去。他不热情牛奶是吧？他不会喝，给他放奶瓶里就喝了。香蕉他也喜欢吃。加点热水。你给我上来，你再给我飞。感谢雅姐啊，感谢雅姐。
多少钱？五位数一开头。好长时间没看到西西了，这两天确实直播少了一点。上去，上去！你看你把我裤子都弄湿了，上去。给西西泡个牛奶浴，给他放上牛奶，估计他就喝了。对。喝不喝？可以喝一点，喝一点。喝吧，喝吧。不喝。上去，西西。再给我跑一个，再跑一个。你倒挺自在是吧？你再跑一个。这两天拍的视频少，这两天确实少。感谢雅姐，感谢雅姐。耳朵进水没关系的，那人游泳他耳朵也进水，没事的啊。感谢天使之恋，哪个品种我不知道。猴子好像都会游泳，反正我看到猴子都会游泳。谢谢分享直播，喜欢西西的点关注。对，猴子都会游泳。西西腿上的毛还有胳膊上的毛都给它剃了啊，那么白是吧？西西其实算是一个白种人，白种猴。我奶奶也喜欢西西，谢谢，喜欢西西的点关注，点关注啊，把关注点一点。西西会游泳，刚才还在游。感谢雅姐，感谢雅姐，给雅姐点点关注啊，给榜一、榜一、榜二、榜三都点一下。这是啥？这是猴子，猴子游泳。感谢双抹苏七，好养，特别好养，猴子特别好养。飘柔，感谢天使之恋。下去啊，下去啊。个子还会长的啊，就是具体多大我也不知道。感谢双抹苏七给榜一苏七点点关注啊，谢谢你们。下去啊，下去，快点儿。想看西西吃大蒜，没让他吃过，不知道吃不吃。下去，西西，你再上来。感谢天使之恋。他什么都咬，所以说不给他玩具嘛，给他玩具他就咬坏了。因为他现在在长牙齿，所以他的牙应该是痒。看西西吃大蒜，我改天试试啊，我不知道他吃不吃。叫他说话，他不会说话，他是猴子，也不是人，他不会说话的啊。好白的屁股是吧？西西，下来。猴子在哪儿买的我不知道啊，我朋友给我买的，价格是10000多。直播了9分钟了，水不凉的啊，你们应该能看到热气吧？不凉，温水，不会给它用凉水洗澡的。对，猴子只会叫，不会说话。
他听话吗？还可以吧，有时候听话，有时候也有不听话的时候。我妈特别喜欢猴子，天天看我发的视频，谢谢啊！喜欢西西的点关注，点关注，感谢天使之恋。上来，上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快点，进来，等会儿再回笼子，快进来。上来，西西。他多大了？他6个月了啊！可以给我们看看西西的床吗？西西的床就是笼子，就是这个笼子，知道吧？但是现在再给他洗，等会儿洗了就会给他铺上，让他睡觉了。每天洗澡的时候都会一起把笼子冲一冲。进去。